这首歌曲有来自那个来自 JCJ 的这一首多米诺骨牌来分享给现场的朋友，那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一桌的朋友在礼拜五的这个夜晚、yep.对，只要每次白天有工作，都会忘记到底今天礼拜几。今天到底是礼拜几？对，那我们的朋友，如果等一下想听什么歌，欢迎点歌，好不好？不要太难的，因为我们帮人家喊加码，喊到有点烧香。对，加。对，今天有点硬啊，有点硬。对，硬硬的，硬硬的，差点破香，有没有？听得清楚哈？是。好，那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哦，就是这个陈势安跟碧禾。对，他是两个人一起唱，然后单独，变成陈碧就对了。陈碧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来送给你们这首《势在必行》。